近年来，俄罗斯频频在远东部署新武器，持续加强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和管辖。本月一号，俄最新改进型 S 三百 V 四防空导弹系统开始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泽捉岛上担负战斗值班任务。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披露，这批 S 三百系统是通过陆海联运的方式从俄罗斯内陆地区转运到泽捉岛上的。 俄媒报道称，部署到泽桌岛上的 S-300V4 系统配备了两种类型的拦截弹，一种专门用来摧毁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另一种则用来摧毁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目标。日本 NHK 电视台指出，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在俄日争议岛屿上部署 S-300，此举可能意在警告日本和美国不要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 此外，俄罗斯近年来分阶段加强了争议岛屿的军力部署。此前，在国后岛和泽捉岛上分别部署了武汇和冷保岸基反舰导弹。俄罗斯还从2018年起，在泽捉岛上常态化部署了现役性能最先进的战机苏 -35。四岛中面积较小的齿五色丹目前还没有俄军常驻。 除了在远东部署新武器，俄罗斯武装力量九号还举行了战略核力量演习。该演习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领导，陆海空战略核力量参与。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举行战略核力量演习？它传递出哪些信息？接下来就由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做出相关解读。 从九日的这一次的演习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俄罗斯是在高调的展示三位一体的战略和力量，希望呢自己的对手以及呢对俄罗斯有恶意的国家能够接受到俄方的这种强大的信号。 那么同样呢，从目的上来说呢，可以看到呢，俄罗斯呢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演习，来展示俄罗斯这种战略遏制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意图。其实呢，俄罗斯在近些年呢，可以说在安全的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美国呢，应该说在多个点位全面的对俄罗斯进行这种战略上的试探，不断地增加俄罗斯的压力。北约东扩也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一步的压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俄罗斯希望通过自己核力量，尤其是战 战略核力量的发展，来展示维护国家主权以及呢国家安全的决心和能力。那俄罗斯呢现在考虑到的呢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俄美之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的问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呢，俄罗斯曾经一度希望美方能够续约，但是呢美方呢是一再拒绝。那么尤其是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岌岌可危。所以通过这种战略力量的展示。 告知美国呢，维持双方这种战略力量的平衡，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